上個星期咧，我有位新人同事咧，突然之間問我 ，How do you say hi in Cantonese？ 啲難度係咪？我諗咗好耐，我諗到啦，就係個位置啦。個位置咧點可以影譯咧？見到小朋友嚟講 ，Hey 喂咁啊！見到啲唔熟嘅咧，喂！如果好熟嗰啲咧，喂咁啊！我俾個機會你嚇，同你左右隔離，用好純正嘅廣東話去演譯呢個 hi 字。如果你最近見到 Master 咧，你會見到佢同你講：喂，喂，喂，喂咁咩事咧？咁啊，梗係有好嘢益你啦。點解呢？因為 Master 嘅課堂咧又開始咗啦。咁咧，佢今次咧繼續講翻佢嘅舊約考古，就係佢呢個課程咧就叫做秘魯巴比倫。咁你知道 Master 呢個咧係一個證書課程嚟嘅，一共咧就有6堂。咁今次咧已經係去到第5個啦。咁咧就係講翻秘魯巴比倫係公元前啦500多年嘅時候。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時候咧，可以網上報名。咁我哋個時間咧，開課時間就2個嘅。第一個咧就係芝加哥嘅時間咧，就係4月5日星期二夜晚8點。嗱，如果你喺香港嘅話咧，香港就唔同啦。香港咧就係4月6日星期三晚9點。咁如果有啲人咧就講：哎呀，我要翻工啊，或者我唔得閒啊，咁樣我唔可以 join 呢啲 live 嘅課程。咁其實 OK 嘅。如果你報咗名，俾咗錢嘅話咧，我哋就會 send 翻條 link 俾你。咁咧就你哋可以咧跟翻嗰條 link 咧，就係揀翻你自己得閒嘅時間咧去上翻堂。咁當然啦，嗰個已經唔係 live 嘅，但你依然可以做功課答問題。咁咧就 Master 會俾翻啲答案你，或者咧佢會同你事後咧講翻啲答案。所以記住啦，盡快報名啦，因為就嚟開始噶啦。咁我哋成日咧同你哋講下咧，聽到啲留言啊，喺啲網上咧，咁好多人話其實你哋有冇睇噶？其實有睇噶。你知唔知 staff 咧佢哋覺得好開心，每次咧見到啲人寫啲留言咧。他們就會覺得真的令到他們很加油，是不是？你知道現在油很貴的嘛，真的加下去的時候呢是真的很夠力的。所以呢大家呢如果真的對我們崇拜啦，或者對於我們的課程呢是有些鼓勵說話的時候呢，真的不要吝嗇啦，就是可以在網上面留言去鼓勵一下大家在後面呢做事的同工的。譬如說今個星期啦，我們收到人跟我們說覺得我們的課程啊，和我們的信息呢是很緊貼時代。啊！這個真係好加油啊！因為記唔記得我哋咧，成會咧其中一個 core value 咧，就係我哋要緊貼時代，我哋要同世界嘅基督徒同埋弟兄姊妹咧 connect 起嚟。OK， 嗱，而家咧就係奉獻時間啦。如果你哋想實體奉獻嘅話咧，咁就可以攞出面嘅奉獻封啦，或者咧就係可以繼續用上網嘅 PayPal 啦、Zelle 啦去奉獻。咁如果你話我都慣常係寫支票嘅時候咧，咁你記住寫清楚我哋教會嘅地址。咁咧就唔好寫漏嗰個 number， 咁咧就會寄俾我哋教會噶啦。嗱，咁如果你係實體崇拜咧，提醒翻你咯，我哋咧嗰個嘅打針嗰個嘅規矩咧都依然係有，所以咧翻嚟之前咧一定要記住你係打咗疫苗啦，同埋咧如果你係除咗上台嘅弟兄姊妹咧，現場崇拜同我哋一齊嘅咧都要係全程戴上口罩噶。好，咁我哋又講下咧今個星期有咩教會活動啦。嗱，完咗我哋呢個。中文崇拜之後咧，兒童主學咧，我哋就會有Rebecca 啦，同我哋講翻復活節嘅一個完整故事。咁總共咧係有8堂。咁如果咧你哋係想唔能夠嚟聽嘅時候咧，你可以喺 YouTube 我哋嘅 UV Channel 嗰度聽翻。不過咧就有個時間性嘅，就由10點一路咧就到夜晚10點。嗱，完咗咧就冇得睇噶啦。所以如果家長咧想小朋友咧係聽呢個復活節故事嘅時候咧，準時記住10點之前咧就要收睇啦。如果你是中文崇拜之後是上網看的時候，兒童即小朋友就會看我們網上有一個叫 Church at Home 的一個的崇拜，有唱歌、跳舞，很好玩的，記住留下時間。11:30之後就是我們現場崇拜的英文崇拜，今天就是由 Master 跟我們說的。如果你們想要，即如果有需要是耳機翻譯的時候，就會由英文翻譯國語，看看 Master 今天會不會說 Hi， 看看國語怎樣翻譯。中文崇拜之後咧，就係我哋嘅長者成人學，咁就繼續講翻《士師記》，係舊約嘅《士師記》嚇。而呢個禮拜嘅活動咧，成會就有星期三繼續有全教會嘅 Zoom 上面嘅祈禱會。星期五晚咧，如果係 Zoom 上邊嘅話咧，就有3個，有2個，有跨世代啦，佢今個禮拜咧就係查經嘅，同埋有個Spark 都係喺網上面舉行嘅。
咁如果係教會實體嘅咧，就有職青團契啦，同埋青年團契 summit。咁希望大家預留時間參加啦。咁想提翻咧年青家庭啊嗰、那個團契咧，今個星期六唔好唔記得嚇，3月26日夜晚9点，咁咧就有 Esther 前博士咧，大家期待咗好耐啦，就係講兒童成長。同埋咧情緒行為管理嘅，記住你哋個團契咧就揾翻你哋嗰條 Zoom link 去參加啦。我哋今日咧就有中國神學研究院嘅院長黃國維同我哋咧喺中文崇拜度正道嘅，咁我哋將個時間交俾 Bernard。